妈，爸晕倒了，爸晕倒了。不能，爸。有事。你清醒啊！陈志，爸又下地下地啊！爸，醒了，我就想是清近这生活的家乡。是啊，是我拜托志贤去求志平的。志平伊特别温顺，我干妈才让你来看你的。志平，伊拢无温暖我心。爸，志平敢那万困你，伊嘛是志贤的小弟啊。志贤，伊是你的囝婿，你知影无？做丈人的，竟然一直想要干嘛？想叫我，之前敢真是拢袂怨恨我。爸，因为我是你的查某囝，之前你爱我。就等于是伊的爸爸，伊免来怨恨你了。我错了，我确实是错了。不然，你来这里闹多，那去做迄个代志，你是安怎来待人？你有够过分的！你是要将我给放下是无？妈，妈，你莫安尼啊！你安尼歹听，爸，你不要紧吗？我不要紧啦，小雅，你甲阿爸讲，你敢知黄水红伊有死啊无？我唔知啊。我刚知啊，伊的伤势真严重。冤冤相，风波几时休？我就是因为去伤到我的温情人，我才去想到这句话。不咯，黄水红，那是咱的温情人啊。讲的是林佳瑶啦，林佳瑶，爸，林佳瑶是不是十几年前你摕十万块给伊的迄囡仔？伊是林素华的后生啦，伊是大嫂的后生，爸，你跟我讲唔对嘞。那时阵伫个林素华因家，我去睇黄水红的时阵，就家有伊倒转来，要甲我阻止。迄个时阵，我已经提个心肝火大，啊连家有嘛要甲提。所以讲一句话，叫我唔通伤害伊个后生。我甲伊说，我规人拢戆去，唔知无注意去夹着黄水红的脚，
家己的刀，自己拄着我家己。啥物？你是家己去杀了家己的哦？这就是报应啊！小娇啊，爸爸已经知影后悔啊，我知影对不起恁母阿姐，我要来自首，我会无死人，会当个家人来忏悔。有浪啊！我无爱，你袂使甲我母仔囝等你啊！春姬啊，人若是做唔到代志，都是爱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可是若是无接受法律的制裁，那呢？好人强害，歹人逍遥法官，这边哪用的？我九龙是这个精神，我稳重守薄，今日的台上我稳你的好事。阿爸要拜托你，你已经过年，一定要赶紧甲成立起来，我去照顾遐孤儿，快当替阿爸继续担保做无？我知影，乖。小娇，志祥的，伊在病房外口。啊，你去甲叫你吧。不能。对不起你，阿爸妈对不起恁爸爸，一定要原谅爸爸。阿爸不是有意要害死恁爸爸的。爸，我了解。照顾小娇，爸，你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小娇，听无？你放心，我爱你性命，我保护小娇。救不了。叫我啥拢不要紧，我已经知影唔对啊，我嘛知影通后悔啊，我不应该报复心这么重去害死哦，我更加不应该去害死恁爸爸，我无命去见恁妈妈甲恁大爷。天家无命去见黄水红，志平啊，你予我拜托一下，请你替我去甲因提实嘞。
就讲我一母拢对不起。你若是要悔改，我愿意原谅你。周先生，我请问你，到底是人家犹太你，还是你？不是啦，人家有伊无替我啦，是我伫苏华因家的时阵，我要替黄水芳，家有伊来甲我挡。是我家己无小心绊倒，倒啊去拄着我家己。原来是安尼啊！对啦，这甲林家有一点仔关系，就无你唔通做伊的。志平啊，即马我知影我唔对，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。这案件我调查清楚，周先生，你有悔改的心，我请求法官将其量刑。志平，等下你，等下你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周太太，你说，请你放心，这案件我公开处理。想多事。阿母，等一下，这样。你是志平？我林夕。志平，水芳，水芳今麦到底安怎？水芳兄今麦是下过度，阿外伤真严重，所以阿袂清醒。妈，我今妈，敢会用你要看伊，我要去照顾。会用啦，拄只周不良已经认罪啊，小兄都无代志，你用看。小姐。周慕容已经认罪了，随风兄都不是嫌疑犯，我要赶紧起诉。也不过，莫甲大兄坚持要告林家佑，我是不是应该甲严妈妈讲呢？唉，我有啥物面子甲因讲呢？林家佑捌救我，即摆妈妈受伤住院，我甲因讲这，敢会足无认真？爸爸。
爸爸，你别担心啊，我也没叫你，也没跟你说你，也没跟你做回相处啊，妈。阿姆，你别伤心啦，我带我问过医生啊，医生讲哦，随风症哦，已经脱离危险期啊，伊无代志啦。妈，阿姆，青霞，你唔通安尼哭啦，安尼哦，哭歹身体。你敢会跟我讲，随风囡仔着伤？伊在哪位受伤？你讲啊！爱在家因家，是不是林素华因家？对不对？嘿啦，素芳姐就是伫遐红台。拄只在路，你是安怎拢无跟我讲？无啊，你若无问我啊？你是安怎唔敢跟我讲？无啦，是啥物人带去呀？阿母，你别听到。阿姆，阿姆，你别冲动啊！林水红，你真正是个贼婿！林素华，你是一个扫帚精！你竟然去伊的身躯边，你敢知影你阿林心祖是咧糟蹋我，是咧侮辱我？妈，随风，随风，你的光更清气。妈，你莫阁伤心啊啦！我伫个今晚才知影，原来你阁遐尼爱爸爸，原来爸爸伫你心目中阁遐尼重要。妈，等爸清醒起来，你莫阁甲伊冤家，莫阁气伊啊，莫甲伊接倒来厝里，好好照顾伊，好唔好？妈。爸，伊肯甲我回去，过去的恩恩怨怨，我拢无要甲再计较。我只想伊平平安安过日子。随风，为着我，你一定爱清醒。最后，妈，你紧醒起来，你紧醒起来啊，妈，妈，小慧，小慧，小慧，清醒啊！人呢？加油！去用警察叫啊！即摆无人，咱家见面啊！袂用的，英杰，你替我想办法，替我把三金找过来好不好？我要要求三金卖阁加油。林加油拢来阮家里来，这本来就是伊的唔对，而且伊阁将阿妈摔落楼骹，伤害爸爸，威胁爸爸，干了这个代志，伊就一定会去用定罪。英杰，你还体谅嘉佑的心情吗？伊自细汉到即马，甲阿爸之间发生真多的误会，伊还佫认为讲是阿爸甲阿妈造就我甲伊的来往啊。听你的口气，我感觉你对伊平对我较好，我啥都甲斗相共嘞，安尼根本就是替我的对手来斗相共啊。小慧，你敢真是这么爱伊？敢真是无依袂用的？小慧呀，把你清醒了阿妈，阿妈唔甘，
你来这么戆啦？为什么杀人犯带安尼心艰苦，这唔得嘞呢？阿妈，我唔相信伊是一个杀人犯，伊还能照顾我，我唔相信。小慧啊，你唔能够再替伊讲话啊啦！这个囡仔吼，唔是做奸女啊，就是杀人放火，伊还要做啥物啦？伊是无前途无未来呢。那老英杰啊，就无相款，伊逐项都比伊较强，比伊较敖。你知影无？你昏迷的时阵，拢是英杰在照顾你呢。小慧啊，听阿妈讲无唔对啦，你就要叫向英杰啦，你才会幸福啦。阿妈，卖得小慧啦，我唔是跟你讲嘅，感情的代志，一刷都袂用勉强嘅。你点点啦，小慧啊，你听阿妈讲无唔对啦，叫向英杰啦啦吼。阿妈，如果我答应嫁予英杰，你就会放过家有心。小慧，虽然我真介意你，不过你也知影，结婚是一件真慎重的代志，唔是咧讲生笑的。英杰，我并无讲我无介意你，只是。阿妈，如果我真是答应嫁予英杰，你就会放过家有心。你若是答应要嫁予英杰啦，阿妈会叫志平马上替小告诉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愿意嫁予英杰。哦，查甫囡仔。啊，那做决定就好啊，卖搁再想遐多啊，吼！英杰啦，啊，你多只陪小慧啊，阿妈进来处理这件代志，吼。根本就无必要安尼先做，你安尼先做，在我看来，只是寡证明你全心全意咧爱林家有一个人尔啦。英杰，对你甲对家有，我真是分袂出这之间的感情。啊，不过阿妈讲拢无唔对，家有伊是歹人，伊是歹人。你嘴也讲伊是歹人。心肝底想的，伊是好人；你心肝底敢若伊一个人啦？不是，英杰，我并无爱伊啊，我只是希望伊会当平安无代志就好啊。我嘛甲你讲过啊，加油！伊救过我真侪遍，我希望我会当甲伊斗相共，我嘛希望你甲我会当做阵甲伊斗相共啊，互伊重新做人，请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是真正愿意嫁予你。只要你讲的拢是真心的，我一定答应你，好不？家己，我敢会当讲，咱这世人无缘，只要会当救你，我什么拢愿意做。是啦，小慧啊，已经答应讲要嫁予英杰啦呢。是啊，啊小慧答应要嫁予英杰。无唔对，啊你紧打电话叫志平回来啦。阿妈，你爱我打电话给志平，啊是不是因为小慧有提出什么要求，才要答应嫁予英杰啦？啊是不是爱咱撤销对林家有的告诉？小慧也是安尼先讲无唔对啦，也唔过吼，我一定要这个唔正囝，一世人坐家。你想看卖，小慧啊，既然为着要救林家佑，才要嫁予咱英杰啦呢？你想看卖，伊心肝内是偌爱林家佑的，
我绝对袂用得让这种代志发生。我袂用让林嘉佑搁再出现在伊娘面头前。妈，安尼敢好？有啥物唔好？伊闯入来咱家要伤害咱两个呢？安尼先是有预谋，安尼先是有罪呢？妈，啊，卡叔秀慧哪知影？这无啥妥当啊。姐嘛，你做人老辈人，当然爱为应该一世人的幸福来设想啊。你千万心肝袂用个柔软，你想看卖？咱若是放迄林嘉佑出来，可以自由。到时秀慧若反悔，阁唔肯嫁予英杰啦，还是要安怎呢？叫你先生。不好啊！多谢哦，你来你家照顾我呢。英英的，乖，多谢多谢。素华。爸。嘿。阿妹呀。嘿。啊！你敢不是去看师傅？你才紧收回来。素华，拄则我拄着警察，我也冇讲家己的代志啊。啊，你知影警察是安怎甲讲？安怎讲？伊讲吼，周武龙吼已经认罪杀人啦。啊！不要。是啊。啊！周武龙讲吼，是家己提刀啊去杀洪水峰的。啊，咱家己是为了要救水峰才会杀掉。啊，周武龙嘛讲。伊是家己跋倒，刀仔插入去的啦。对对对对，我亲目睭所看嘛是安尼，伊家己摕刀仔拄着的啦。对啦对啦。阿素华，阿警察先生佫讲，过两天就要开庭，到时吼，咱家己都无代志安尼啦。不要，阿唔过，阮家己逃走的代志，啊，家己都无杀人啊，阿伊逃走代志，都袂用破罪啊，啊？下天下地，我家又安尼哦，变甲无代志哦，多谢无比哦。阿姨，哎，即马会用大大放心啊吼。爷，你免烦恼啊，即马吼家又无做，阿姨真紧就回来啊。嗯。安尼哦，我着去吼接家又倒回来啊吼。哎，素华，袂容易啦，你会较增加呢。阿面还佫有受伤啦，医生有讲呢，上起码爱伫遮多半个月啦。卡叔，你若要硬要倒来行吼，脚袂好个啦。嫂啊，放心啦，好好伫遮倒个啦，我会伫遮甲你照顾。吼，啊，若是讲加油吼，啊，就等伊放出来，我叫伊两个起来接，随来接，甲你见面，哈。多谢，感谢感谢。对啦，啊，你看是吼，今嘛着因母仔囝咧家照顾嘛吼，啊，你是真好啦，啊，想要到讲宝莲吼肯照顾随风啦。等我脚人较好时阵吼，我一定爱甲随风讲，叫伊定来好好珍惜。啊，今嘛咧全家团圆吼，我是替伊足欢喜的啦。啊。阮家又无代志，我阁较欢喜啊！哈哈哈！家伙，检官，请头前。根据侦查结果，嫌犯周武龙自首自述，嫌犯林嘉佑并无杀人，顶多让周武龙受伤。所以审查结果，嫌犯林嘉佑罪证不足，已不起诉处分。多谢检察官嫌我轻病，多谢。稍等。检察官，刚刚有什么代志？虽然这个案件已经结束，也不过，还有另外一个案件，告诉您，王志良提出告诉。林嘉佑无经过同意，侵入王体，有妨害自由的嫌疑，意图伤害王志良，所以暂时收押。我，你哪啥呢？放心，
志良，王志良，宝啊，半日安尼判久着。哎呦，阿芬你免紧张啦，加油点就出来啊啦。加油，加油！没撞呀，加油！那不是无大事呐，看这。王志良要告我，王志良要告我。我不好，行！我不好，加油！加油！他放屁，行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不好，加油！那样呢？加油不是无做，那是红哥啊！阿芬，我看咱赶紧带家姐安放啦！哎，没事，没事，免甲阿姨讲，免的。你的讲是讲唔对，等我咱回去，俺嘛是问阿达。免去，找阮爸爸，找阮爸爸参详见。好吧，见。来，三姐。哎，季平啊。妈，季平。来，阿姐。来，季平。啊，顶摆我弄到人的代志，你处理到安怎啊？你放心啦，我已经处理好势啊。多谢你呢，吼。啊，等我无用刷了吼，我会拣一个时间哦，去甲看啦。三姐，即马家有人安怎？是毋是平安无代志啊？志平啊，我唔是讲拜托你另爱甲加油斗三工，啊，即马到底是安怎？三姐，这林加油到底有代志无？是啊，三姐，伊是毋是在受太郎？啊，小慧啊，你莫紧张啦。那周富龙啊，已经自首啊，伊讲是家己跌倒才受伤，所以啊，加油无代志。所以这个案件加油无罪，真是的。小慧啊，你看阿妈无骗你吼。多谢阿妈，多谢三姐。是嘛，你当放心嘛吼，小慧。啊对，这边啊，你敢知影小慧已经答应要嫁给英杰啦？是啦是啦。哦。小慧啊。应该恭喜啊！多谢三姐。三姐，我昨暝困无够好，人无爽快，想要回去休困啊。小慧啊，你连咪就要嫁给英杰啦，大家困嘛是爽快啦。阿爸，你那是讲啦，我甲伊都还未正式订婚呢，当然是送人回去困，人才惯习啊。什么咧惯习不惯习？这个王孙就还蛮讲话，咱若无甲当作外人啊，爱困难刀甲困难刀唔是同款。不再讲哦，伊阿咪就爱带伫咱刀啊，敢唔是嘞？好啦，妈妈，买来我送转去啦吼。好啦好啦，啊，较细腻的吼。再见。志平啊，拄则你讲迄林加油已经无做啊，啊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妈。加油，伊确实无太人啦。也阁有周武龙是自首的，伊想要悔改，所以我警察报告是从轻量刑，即马案情清楚啊，已经宣判。志平啊，伊是害死恁爸爸的人呢，啊，你还阁替伊咧讲情？妈，你坐，我讲予你听啦，吼。妈。这冤冤相报是要报到当时啦，二兄一直甲我拜托啊，希望会当给周武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嘛。爸已经过身遐久啊，这周武龙是家己自首的，伊确实有心要悔改，伊讲伊无这个面来见你，向大家悔失的。伊想要去坐教忏悔一世人，所以我想，咱是毋是会当参像你遐所讲的，给伊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啊？哼，要有啥物机会啊？你唔通袂记，伊是害死恁爸爸的冤仇人呢，咱有啥物机会？搁再讲，参像伊迄种人哦，根本就无资格在社会上甲人行搭。志平啊，伊到底是咧安怎啦？妈，你听我讲。好啊，好啊。既然那周武龙哦，搁去被关起来，我也无话讲啦。那不过那个林家佑嘞，伊到底是安怎啦？
家佑伊确实无杀人啊！我实在……好啦好啦，伊有杀人无杀人无我的代志啦。也毋过你也知影，伊亲门大户入来咱家，而且佫要伤害恁大兄，敢讲这拢无代志性？我问你，你有提出告诉啊无？假使你若是无提出告诉，你就毋是王家的子孙啦。妈，这边啊，林家佑无杀人，我替伊欢喜。也毋过，伊威胁我，伤害我，枉费。迄阵啊，我阁要想要哦，好好甲栽培。想袂到，伊竟然这么无良心，还伤害我。我一定要甲告啦！大兄，你是莫遐生气啦。敢讲这件代志一定爱母遐大是嘛？我话讲出去啊，你一定爱甲我办甲到。这个囡仔实在有够可恶。我无可能原谅伊，我要甲告甲一世人坐牢。而且今嘛，小慧已经答应要甲英杰结婚，我更加袂用让林家英再出现。志良啊，你赶紧去找上好的律师，无论用偌侪钱，拢一定要将个林家英告到底。真的无冤家，结果被人打到要死的我，你真正有够过分啊！虽然我无记得你的来，这二十几年来，我每一天都在希望咱会当好好。会当待伊，想袂到，搁再见面以后，你竟然会发生这种代志。甲出讲，你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予我二十几年活落去的勇气。都完全消失了，我妈，妈，你莫阁伤心啊！看，爸爸伊即马已经醒过来啊，咱家带他出院，好好照顾伊，好吗？
你身体什么时阵会当改者？妈，你莫安尼啦，爸，妈伊无啥物歹意啦，妈，妈伊只是心肝的着急，伊想讲吼，要家己才倒来厝，好好照顾你啊，爸，不只是妈。我嘛是想讲要甲伊接倒来厝里好好照顾，刚讲爸，你要想要甲阮全家团圆，还是讲爸你不爱我这个查某囝是毋？我当然要替你这查某囝。安尼，爸，你是毋是答应要甲阮做伙倒来厝里啊？即摆人去倒位啊？啊，加油伊！哦，我知啦，是毋是？等下要给我一个惊喜？无啦，伊也袂转来。啊，袂转来？是啊。啥物也袂转来？啊，是讲伊用判刑啊？啊，是讲伊有？哎呦，伊是无才人呢，袂使给判伊有罪呢，哈，不如呀。嫂啊，来，我看哈，啊，切一个地瓜啦，啊。哎呦，我即摆免来食落啦，我无心情啦。莫听莫看，无你较开。